准备发文差嘛？好，嗱，多谢大家今日嚟中下入街龙马玩得好开心。咁咧，其实嚟紧咧，3月4日我哋仲有一个 one day tournament 嘅，就朝头早9点玩到夜晚6点嘅，就一个淘汰赛嚟。每一队都会有起码3场波踢嘅，所以咧到时再大家可以再玩多嘢嘅。咁而家大家翻去成搞搞时间啦，3月4日。跟住嚟紧3月10日星期六晚咧，我哋会喺到港盘又有个 end dinner。咁啊，详情咧就会同你哋领队会再联络噶啦。咁你哋都係翻去自己就下時間啦。好定啲日子啊，好定日子啊。係啦，而家安排緊都係 book 到當日喺數港盃有個球場。如果係 book 到嘅話咧，可能就會有一場我哋女子明星賽又好，或者牙膠賽又好。咁而家盡量安排緊。如果一成咗事咧，就會盡快通知大家。係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咧，嗰個數港盃嗰個場咧，紀律部隊嗰個場咧就好靚嘅。唔係個個都入得去踢嘅，所以如果有機會咧，又去踢下波，踢完波食飯 ，OK 班長。咁而家咧就有一個簡單由兒童族嘅少少班長，冠軍獎杯儀式。咁我哋到時10號晚咧，仲會有一個正式嘅班長嘅，即係神射手啊，睇我哋到時嗰晚會一次過翻曬。而家咧，我哋首先請我哋嘅球審會長、會長 Samson。冇預備，咁啊，但係好精彩今日，同埋大家都好眨下眼又已經玩完一個球季啦。來嚟緊，大家要支持3月4日個淘汰賽啦，同埋下一屆咧繼續努力，同埋就睇下你哋有冇心儀嘅其他隊友咧可以簽過嚟啦。因為我哋已經睇到啦，已經咁啊 ，anyway 啊講笑啫呢、這個，但係都多謝大家支持，同埋阿仁啊 good job， 同埋佢嘅 committee， 我都借呢個機會多謝佢。咁嗱，而家我哋頒獎啦 ，OK， 我哋請今年嘅 Football Seven 冠軍，你去啦，我哋唔准上，即系我哋嚟噶。